朱总，朱总，朱总好！恭喜资美服装与朱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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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资美服装一定会走向世界。 现在，感谢大家啊！你个不行啊！你说了要娶我，我杀了你！我赶紧走啊！他扒拉我，我就把他推开，谁知道一下就给撞死了，哎呦！ 美伢，你放心，都是朱夫人一厢情愿死缠烂打的，我对她绝对没有动心的。没动，真的没动。是真的动了，没动呀。我是说她动了。啊！啊！啊！这是哪儿？ 21世纪上市公司女霸总，居然穿越到了1983年。朱夫人，看在我们一往情深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，给我抬去吧。啊！你不是对她没一厢情愿吗？你啊！发誓，都是刘梅一厢情愿死缠烂打，我是你的女儿。 上次还和朱家的人争这个，收！这次又想要多少？这次一定赚到，到时候你把程月的婚姻离咱俩过。喊！那狗男人真是不靠谱，肯定是哪儿不行，我才不愿意给他守活寡。没事，这钱。 你拿着，等你哦。这下彩礼钱就有了。这双乖乖里藏的渣男，看得上？你们不是真的吗？我刚穿，就被你们夺来了。幸好我爬起来，不然你们两个老祖坐穿。 进宫，哎，对，对，对，身为有夫之妇，勾引新郎官，就该进猪笼。进猪笼，进猪笼，进猪笼。这大清早就亡了，还进猪笼？反正像你这种狐狸精，绝对不能留在家属院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哎，好姐，你去投诉，还是哥的，咱们说话吧。对对对对，对，你去。好。 我明天就去。哎，你个软饭的，纠缠良家妇女，诱骗钱财，想告我状，行，把你的300块钱，还有骗我的金戒指，都还给我。把你的300块钱，还有骗我的金戒指，都还给我。你胡说些什么？你少狗急跳墙，胡乱咬人。我男人怎么可能骗你的钱？他可是科长。 不仅骗钱，还拿我求婚戒指，你家先生真是癞蛤蟆装金鱼，找不出，玩不完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戒指可是郝建在今年给我买的婚戒，你少在这痴人说梦，想当然想疯了吧你？好啊，那你就取下来，让我们看看。取就取。 哎呀，你这刘梅的婚戒上怎么刻着我朱家的姓氏啊？嗯，哎，原来郝静和朱夫人真的有一腿啊！哎呀，郝静儿，去他！
这个女人好你个郝建，你真跟这个她有一腿？是她先勾引我的。你像朱福林这种又土又丑的女人，你给我十个我也不要呀！都是她死缠烂打倒贴的。是，我图你年龄大，图你死中分，图你上厕所不关门撒泡尿，不是牙关的。朱福林，你在干什么？ 这就是原主的老公，这么帅的吗？老公啊！他不仅勾搭我的男人，还想把我的彩礼钱和戒指抢走。啊，陈主任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彩礼和戒指都是我的，我要回来，天经地义。背着我偷人，还给他戒指。 这原主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人陈月这么年轻就当了化肥厂的主任，一表人才，好白菜被猪给拱了。不服的话，你来拱啊！你戒指我已经要回来了，300块钱还给我。我就走。还？你还好意思说还？谁不知道你朱福林啊，仗着是陈主任媳妇的身份。 借东西那是从来都不还，你问问他们，有多少人是被借过东西的？哎，就是臭三块五毛二，还差我5块，差我1筐鸡蛋还。上次打麻将的欠条，哎，那赶紧找他还啊！还钱！过了今天，还钱！他们可就不认账了。还钱！他欠的债我来还。他这个样子对你，你还？东西不是白借的，必须给邻里工友们一个交代。 哎，别抢啊！别抢啊！哎哎哎！剩下的钱我发了工资会弥补给他。郝建，你看看别人家男人。我拿钱和戒指不当是为了你吗？滚开！这男人不仅长得帅，还挺有担当。朱福林，跟我回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 这是离婚协议书。我一个28年的母胎 solo， 从没尝过恋爱的滋味，好不容易继承了一个帅老公，居然马上就要被甩了。你今天做的事情已经严重的超过了我的底线，我不会再纵容你。就算要离婚了，该还你的钱，我一分也不会少。好。 你欠我的，拿什么还？原主，这是个巨坑啊！我说出去的话，从来都不会收回。别去朝里，离婚的事之后再说。你，这屋子是人住的吗？ 女子不穿衣服，我洗澡去。
活了28年，第一次被男人看光，怎么对方倒像吃了亏一样？我很差吗？你以前连扫帚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今天突然打扫房间，该不会又闯什么祸了？这房子再不收拾，就成猪圈了。我最近工厂加班，也没时间照顾。这是我今天还你的钱，剩下的部分之后再补上。哪来的钱？你是去赌了还是又去借了？从哪骗来的就赶紧退回去啊！我可是社会主义五好公民，这钱是我拿戒指当的。什么五好公民？我长相好，身材好，纳税好，酒量好，牌品也好。你以前好多次说要改，没过多久又恢复了本性。总之，我可不是以前那个朱福林了，我现在是钮祜禄福林。明天我就去找工作。行，既然你明天要找工作，也早点睡觉吧。睡觉？睡觉？天哪！我连一块腹肌都没有摸过，这巧和男人同床共枕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啊，不要！我可不是那种被美色诱惑的人。啊，不要！我可不是那种被美色诱惑的人。行，拿走了。哎，上回那绿的好看，粉红色，你看就喜欢穿红的，红配绿一出戏。哎，你好，我想打听一下附近哪家裁缝铺子在招人。哎呀呀呀，是那在人刘梅婚礼上捣乱的朱福林吗？谁不知道你这人好吃懒做，还找工作，估计也就是哄哄陈主任吧。我说这大老远就闻见一股骚味，居然是你这个狐狸精！哎，你们看看他穿的衣服，他做的衣服啊，我们哪个娘家妇女敢穿？放，别多管闲事，省得败坏自己名声。老板，我看你们在招裁缝，我来面试。我们这儿招人，但不招你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朱福林可是个剑南春。你可别让他缠上你家男人。走，老板，走走走，你这做的什么衣服呀？穿的我显胖，穿太难看了，我要退货。可是这不是按照你图纸上的尺寸定制的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你说我长胖了呗？我跟你说，今天你要是不改到我满意为止，我给你把这个店砸了。李姐，你这不为难我吗？怕是找遍全城的裁缝，很难把这超大号改成小号的效果哦。老板，不如让我改一下试试。你试试就试试吧，死马当活马医。来，拿去在这裁，别给人家裁坏了。像我这种全城数一数二的裁缝都不敢说能做得出，你要是真改出来，我呀当场给你磕3个响头。今天要是给我把衣服改坏了，你至少赔我10件。李姐，我跟他不熟，没那个金刚钻。
就别揽瓷器活。你真是个害人，人家苦心经营的裁缝店就要被你给搞砸了。傅林，你就等着赔得倾家荡产，陈主任怕是赔得连裤衩子都不剩了。缝好了，这位太太，你去试穿一下吧。朱福林，你死定了！哼，朱福林，你死定了！怎么改的呀？技术这么好，让我看起来这腰起码小了三圈。我换了一种收腰剪裁方式，当然了，主要还是您身材好。你看看，不光技术好，这嘴还甜。以后啊，我的衣服就找你定制了啊！哎，李姐，她叫朱福林，是我们店特招的那个首席设计师啊，首席设计师。哎，老板娘，你这就信她了？她可是个狐狸精啊！都是你在这儿乱嚼舌根，差点害我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位首席设计师。我永远不要从别人嘴巴里面去认识一个人。我有没有真本事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有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所以就是那什么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刚才大家伙都听到了，要是李姐满意的话，你给他磕三个响头。对对对，就是磕三个响头，三个响头，三个响头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这邻里邻居的你还当真了？要我说，你就是太小肚鸡肠、盛气凌人了，陈主任才不信。你这么说，还是我？当然了。行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。朱福林，给我等着。陈主任，陈主任，能不能让你媳妇儿帮我改改衣服啊？我媳妇朱福林。啊，您不知道啊，朱福林现在在裁缝部可有名了，好多城里的阔太都找他做衣服啊。我这不是想着，咱们这又是工友邻居的，在你这儿走个后门。好，行。啊，行啊，好好好，你等等啊。哎，您吃瓜子吧。您吃吧，我先回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什么时候学会裁缝的？最近新学的。怎么了？哦，张水托我让你帮他改衣服。这是他给你的钱，给我吧。你以前总和张婶不对付，还愿意帮他改衣服？是啊，现在和钱过不去，我们必须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。你这么盯着我干嘛？你怎么穿的这么寒碜？之前的工资都上交给你了，再说一个男人穿上不重要。那可不行，出门在外，男人就是女人的脸面。哎，这种帽子以后不准戴。给我过来。
还是我朱福林的男人。这才是我朱福林的男人。好像真的有福晋，让我数数有几块。既然你开始脚踏实地了，以后我们就好过日子吧。这个季晨来的老公又帅又有责任感，凑合过下日子倒也不错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呀负责努力赚钱养家，不会让你吃苦。赚钱养家不应该是男人做的事吗？谁说的？以后你下半生的荣华富贵被我承包了。啊，下半身。嗯，听说陈家那些学哥最近可不得了，又孝顺又能干，专门利用钱人家做医生。嗯，人家那手艺是真好。来、看看我这身。嗯，他给改的，怎么样？确实漂亮，是不是比以前修身了？是不是？哟，是不错哟，说不定啥时候有这人来了。哎，对呀，哎。啥时候啊？他以前不会做衣服啊？这丫头越来越骚了。你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又买肉了？不是说家里没钱了吗？不是没钱让你去赌，可日子还得过呀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去赌，我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臭婆娘，啰里吧嗦的，还抠抠搜搜。你哎。回来，魂丢了，进来。各位街坊邻居，之前呀都是我朱福林做的不对，现在我就把欠你们的钱、粮票还有鸡蛋都还给你们。来，张婶，这是你的3块钱。嗯。李姐，你是粮票加10块钱。来，小慧，你的鸡蛋，等会儿自己去拿。陈主任。您真有福气，娶个这么聪明又能干的媳妇儿。来，吃吧，吃吧，来，吃吧，哎，好好吃饭，吃饭。这丫头越来越好看，还这么能挣钱。来，吃吧，吃吧。她肯定还忘不了我，我得想办法把她给追回来，到时候她的钱可就都是我的了。何林，这是我们家老母鸡下的鸡蛋，你拿去尝尝。走开，我不要。何林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得到我。我和刘梅结婚之后呀，一直都在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快乐。这样，咱们旧情复燃，再续前缘。你神经病吧？这么糊涂，还这么自信？郝建，你不是去给你妈送鸡蛋吗？怎么送给朱福林了？肯定又是你在勾引我家男人。是你老公冲上来缠着我了，郝建，敢不敢把你刚刚跟我说的话跟你媳妇儿再说一遍？他这是在逼我表忠心呢。生的孩子套不着老婆，鸡蛋在我手里，我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。你个臭婆娘，一天挣不了几个钱，净会啥嚷嚷，娶你有个屁用！郝建，你竟然这么说我！我要去跟陈主任告状。对。你看，跟刘梅比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你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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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，老娘可是人到花断，你再敢揪缠，信不信万锤打？福林，朱福林以前对我一往情深，现在肯定是在考验我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程主任，你们家朱福林死性不改啊，又在勾引我们家郝建。他还让郝建给他鸡蛋，你说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福林，这怎么回事？快把鸡蛋还给人家。这鸡蛋是我自己买的，我凭什么还？哎，你要是再敢乱造谣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我造谣？婚礼上大家可都看着呢。你巴巴的拉着我家男人不放，说要和他私奔，程主任不嫌弃你也就算了，
居然还狗改不了吃屎！你不是这你男人是屎，我可不是狗，也就你喜欢吃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快给人家道歉！他污蔑我，你居然还帮他？之前的事确实是有误会，都是一个家属院的，道个歉其实能人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给他道歉，就等于认下了勾引郝俊的罪名。回去把你家男人拴好，别让他出来到处咬人。你这屎盆子，休想往我头上扣！福灵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原主这名声再怎么都挽救不了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就别过来。福灵。我这几天搬去铺子住，你空了，找我办离婚手续。不是我，福林，这位同志要定制衣服，你给他量一下尺寸。是我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从陈家搬出来的。喏。我的行李也准备好了，从今以后再来。你知不知道你们人家滚滚远点，少在我眼前晃。我知道你有气，但这次我真的是真心的。刘梅，刚才那个臭婆娘被我痛扁了一顿，她那儿我肯定是回不去了。以后呀，那我可就赖着你了。都三天了，福林该消气了，还是去把她接回来吧。陈主任，不好了，朱福林和郝娟要私奔了，你快去看看。啊！三天呐，邻居们呐，这郝娟这个杀千刀的，为了朱福林这个狐狸精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看看，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？把我这造了什么孽呀？我滚！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这样子，你拿什么跟我们福林比啊？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呀、啊！福林，这回你可相信我心里只有你了。你们俩唱戏。少扯少，别说现在有他，就算没有他，我也看不上你这种下流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还他妈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这个可是你婚后写给我的情书，这要是被你的程主任看见了，他还会不会要你啊？福灵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是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我是想和陈渊好好过，是刘梅她老一直缠着我不放。你当初勾引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你说他那方面不行，他根本就不是个男人。你愿意为这样的人守一辈子活寡呀？我去，原主也太损了吧！陈渊被人这样说，男人的尊严都丢光了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整个整。之前那些话都是骗你的。事实上，我们陈主任八块腹肌，公狗样，岂是你这种油腻男能比？什么是公狗？哎，你别管。总之，你是这个。之前呀、啊，都是我不懂事，为了让我们陈主任更在乎我，才想出这么一个让他吃醋的法子。但我跟郝建之间清清白白，毫无越矩行为。我从来没有换别人家庭的想法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了，请各位以后监督我。以后我朱福林要是在外面三言二语，做了对不起陈月的事情，我直接滚出家住院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福林，我谢你。老子为了你放弃了整个家庭，你现在出尔反尔，我打死你个贱货！
你要是再敢纠缠我媳妇，我就举报你流氓罪。就是，这年头流氓罪是要吃枪子儿的。上赶着贴人家，人家把你送公安，笑死人了。我看是你挨打还不够。明天我跟你去趟铺子吧。你要做衣服？嗯，你还是搬回来住吧。啊？想让我在乎你，不必用这种办法，你直接告诉我就好。当然也有我的问题，是我平常对你的关心不够。被戴了绿帽还给老婆找台阶，这男人还怪好的嘞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我们结婚到现在都没有圆房？该不会你真的不喜欢？你个大姑娘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没关系，男人嘛，总有点不为人知的伤痛，我理解。我去做饭了。你拿的什么？啊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好东西，喝吧。这是补身体的。感觉怎么样？你做的都好喝。你最近都瘦了，要不你也补？我不用不用不用。要做五十个深蹲。嗯，做呀。哎，大腿抬起来，胳膊抬起来。嗯，对了，这男人吧，就是要多运动，肌肉才会越来越灵活。当然了，哪里的肌肉？嗯。都一样，继续。放心，我要做一个幸福的男人。你最近有没有感觉身体有明显的变化？嗯，就是最近好像是有点变化。我最近大概瘦了2斤吧。啊。看来这药效得加大点。傅灵，我怎么感觉最近有点热？你给我喝的什么药？我可以。弯针肾亏摇血。好了，你不用吃药，也不用练深蹲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快去上班吧。这个男人连饭盒都忘记带，我给他送过去吧。耶，你听说没有？宋总长的女儿刚留学回来，就给钱送饭了。听说他们当时差点成了。你才知道啊，要不是当年朱福林他爸对陈月他爸以为朱家袭人图报，逼着陈月娶他女儿，
陈月，他早就和他一起好上了。那朱家不慎更是身在战役队，生擒鸳鸯吗？原来陈月真的是被逼着娶原主的，怪之前一直。月哥哥，这是我从隔壁县城给你带的米花糖，你尝尝。这，尝尝吧。 哎，嫂子来了。哎，福令，你是来给我送饭的吗？啊，没有，瞎逛逛。完蛋，撞见老公跟白月光谈恋爱的修罗场，怎么办？摆渡一下吧。糟糕，我忘了巴士，现在没有手机。别忘了，别不好意思。我就喜欢吃你做的饭。 月哥哥，这米花糖不吃你也可就坏了。还得是人沉着人有魅力啊，媳妇儿和旧情人都抢着给他送吃的。那既然明天会坏，就分给大家都尝尝吧。来，行行。啊，那个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以前你在厂里再忙，都没有见过他来给你送过一次饭。 现在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不是献殷勤，他该不会是打麻将又欠了一屁股债吧？现在的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是啊，嫂子现在可是县里有名的裁缝，比我们男人挣的还多了。妥不妥？那叫首席设计师啊？什么？朱福林也去学裁缝了？这个学员精，从以前开始就爱学我的穿着打扮，现在连我的工作也要学。 我等着，我也让你好过。月哥哥，福林，这个月你干了12天，我把工钱结给你。哎，不是还没到时间吗？实在抱歉啊，有人高价买了我的店。哎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打算这个月干完就辞职创业。 这家店已经被娇娥盘下来了，我就是他心里的员工。你呀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你俩组队整活了？自从这个狐狸精找到工作以后，程主任对他的态度那是180度大转变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他们怕是离不成婚了。再之后，朱福林竟然闹出这么多事儿，他想工作。 就让他工作不成，我都要看看，还要霸占我们月哥哥多久？人娇娥可是厂长的女儿，有钱有势，你跟人家比，那就是一个山鸡，一个凤凰。你会飞吗？飞给我看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凤凰吗？凤凰就要会飞呀！我不跟你耍嘴皮子，就你一个穷山沟里出来的。 都没上过几天学，还敢称自己是什么首席设计师，也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娇娥可是从国外进修回来的，人家学的就是服装设计的专业，你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盲，也配和娇娥站在一起？国外的野鸡大学可多了，有什么可豪横的？我在二十一世纪拿下设计金奖的时候，一分头草都2米高了。 你居然让我野鸡！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毕竟你当失去了工作，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说，不是你的位置，就赶紧让出来。我和月哥哥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要不是你在中间横插一脚，我现在就是月哥哥愚昧正确的太太。 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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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
程月哥哥，他推我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你是属垃圾袋的吧？这么晚回来装，我得逞，就是朱福林推的，他就是看那家伙把这裤子盘下来，没给他工作，所以他才一气之下打击报复。宋长总的女儿他都敢欺负，也不考虑一下陈主任还是他爸所以他打工。才说朱福林变好了，这不跟以前一样吗？上次你让我在大家面前丢尽了脸，这次我要报复回来。福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听你解释。我来跟你解释。他说我推了他，现在我确实推了。月哥哥，你看你家福林姐姐好粗鲁，人家的脚好痛痛啊。福林，过去扶一下。我不，你算了。姐姐一向对我都有偏见，月哥哥，别因为我吵架，我不怪姐姐的。你刚才骂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种夹子音，这是八二年的龙井，老绿茶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那我走。看来月哥哥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月哥哥，福林他推了你，是他的不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是朱福林惹出这些事儿，月哥哥你道什么歉呀？她是我的女人，无论她做了什么事，我都会替他担着。月哥哥，你不会真的被他给迷住了吧？你要知道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就是他又来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我既然娶了她，就会好好跟她过一辈子。月哥哥，现在的福林我很了解，他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我之所以没有拆穿你，是看在宋厂长的面子上。你以后做事还是要顾及自己的利益。原来陈月就喜欢这一款啊。月哥哥，月哥哥，来做绿茶也是需要天赋的。哎，臣妾做不到。怎么了，福林？哎，张婶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儿。那个，以前宋娇娥和陈月真的是一对吗？宋娇娥啊，以前啊，成天追着陈红屁股后，那又怎样？现在你才是他的正儿媳妇，对吧？原来他们曾经真的有过一段感情，这个陈月眼光也太差了。搞半天，原主真的横刀夺爱，抢了别人的男人，好不容易谈了个恋爱，我居然被迫成了一个小三。来，吃饭了。这么丰盛，你对谁都这么好吗？以前你是不是卡住喉咙，骂了我三天三夜，从此之后我就养成了挑刺的习惯。原主也太泼妇了，怪不得你会喜欢那个绿茶。你说什么？
陈月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自由的。我们虽然结婚了，但并没有夫妻之实。你要是反悔了，随时告诉我。还在为昨天的事情闹别扭？我已经跟宋娇娥说清楚了。那我问你，从一开始你跟我结婚，是不是被逼的？其实你从来没有喜欢。这个我不否认，但我懂了。在未来社会，离婚很普遍的。嗯，你不用因为责任心就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朱福林，你可是21世纪女霸总，不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。只要有钱有事业，什么狼狗买狗应有尽有。我要搞钱。老板，你们这有没有高档一点的衣服？有是有，你买得起吗？你都不拿出来看看，怎么知道我买不起？嘿，可以啊，不过看了你可就必须得买了。你那手脏兮兮的，要是摸来摸去给我弄脏了，我可卖不出去。哎，你个狗眼看人低的，我还不在你这儿进货。哎，走，赶紧给我走！你买那个地，我走，别碰我！真走啊！我这儿接待的可是批发商大客。哎，气死了！我堂堂一上市公司女总裁，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耻辱。靠！换啥玩意儿？也不是什么温桑。这就是对方提供的衣服啊。你不是要提前退货呀？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礼服从哪儿找啊？啊！不如让我来试试。嗯，刚好买了组配饰，你看看怎么样？你这几笔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呐！难道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小仙女？我一定会好好感谢感谢你的。你要是真相信，不如告诉我附近哪里批发衣服便宜。这个好说，我这就带你去。你们几个赶紧上去啊，快去快去，跟我来。那边呢？怎么又是你啊？这不刚把你赶走吗？怎么还有脸回来呀？赶谁走？你就是这样待客的。老娘怎么待客关你屁事儿。小丫头，别以为你叫了你的男人来有他撑腰我就会怕了。告诉你吧，这个店是我开的，我想卖给谁我就卖给谁。今儿啊我就不卖给你了，咋的？还想卖给谁卖给谁？你好大的口气，我下个月就给你租金涨10倍。涨租金涨。你不会是秦家小少爷吧？没错，就是本少爷。不可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瞧我这左眼呢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没认出是秦家少爷。哎呀，刚刚都是我的错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秦少爷，你要是……涨了这么高的租金，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呀！你那你这衣服还卖不卖？卖，必须得卖啊！打几折？那个，要不我进货价卖给他，你看行不行？停！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真可惜。没事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应该的。走吧，拿东西了。
没事。岳哥哥，岳哥哥，今天我爸要请几个干部吃饭，你记得来哦。可以带家属吗？多谢了。哎，不用。你家在哪儿？我给你送过去。回来就行。这是，我是他男人。哦，原来小仙女已经有对象了，那我岂不是没机会了？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再见啊！你出去进货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？你跟他见面也没告诉我。我和月哥哥要去厂里吃饭，福林姐姐要一起吗？我还有事要忙，你自己去。哥哥，我爸可是点名，你一定要去。那锅里有饭菜，你热一下，我吃完饭就回去。还真走了。男人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市面上最流行的款，十块钱一套，不讲价。十块钱一套，疯了吧？有这个钱买衣服，还不如多买几斤猪肉呢。一分钱一分货，衣服、裤子外加配饰都给您搭配好了，我保证穿上之后，您绝对是村里最靓的一朵花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专业人士搭配的就是不一样。这样，这套我试试。这都没有试的地方，拿回去穿不得可怎么办？你该不会是托吧？我的眼睛就是屎，我说能穿就能穿，穿不得你来找我，我保证全额退款。退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对，七天无理由退款，售后无忧，保证让你们人在巴黎，身在巴黎，永远走在时尚最前沿。你别说，这款式就是好看哈。这样，这套我要了。这套我要了，我要了，我要了，我也要。我也要件，我也要件，我也要件。来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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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来件，给我来件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谢谢，下次光临啊。今天的利润竟然有50块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快就可以租个铺子了。这朱福林投机倒把卖地摊货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去，这些人都疯了吧？哼，想在我眼皮子底下赚钱，没门儿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呀，这衣服太差了，你们大家都别被他骗了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呀，这衣服太差了，你们大家都别被他骗了。这衣服没穿几天就破成这样了。这朱福林专门搞一些廉价货来高价卖，这挣的可都是黑心钱呐。做生意的确是为了赚钱，但这些衣服绝对不是你口中的廉价货。不是廉价货，不是廉价货。怎么变成这样了啊？你看我才穿几天啊，这口子这么大，这衣服料子这么差呀？就才两天就破了，完全不是这个价，退钱退钱！就是呀，这衣服啊，进价才几毛钱，你卖大家十块钱一套啊？你这不是昧着良心骗我们这些乡里乡亲？什么？这不是把大家当冤大头吗？乡里乡亲的，亏大家还这么相信你，退货！陈主任，你媳妇儿不是在前面摆地摊吗？你也是故意撒谎。哎，等会儿，
还钱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月哥哥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福林姐姐卖的衣服质量不行，价格又很高。月哥哥，要不你劝劝姐姐，让她别卖地摊货了。毕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挣这种黑心钱还是不太好，是不是呀？就是。你们眼睛都是摆设吗？我这些都是高档货，进价都不平。高档货，你自己看看这口子，要点脸行吗你？拿过来我看看。拿过来我看看。这衣服一看就是用剪刀剪的，然后撕了一个口。你说你买了这件衣服，回去穿了没两天就破了是吗？对啊，这是我走在路上被树枝刮掉的。这件衣服明显是被人为撕坏的。如果你还坚持你的说法，我现在就报公安。这事还能报公安？哄他的。哟，看不出来呀，陈月。最近公安正在严打，你要是犯了诽谤罪，让我数数要判多少年牢啊！别，这。就是，我错了，这衣服是我自己撕的。啊！刘梅，你怎么能这种事来欺骗大家呀？就是啊，自从婚礼之后，你就一直针对人朱福林，有完没完了？就是呀，刘梅，你说大家都是一个家属院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人家福林姐姐？娇娥，这事不是你，你别乱说话，血口喷人啊！到时候我把公安叫过来，大家都不好过。哎，狗粮，打起来！福林，知道了，不骂你的娇娥妹妹就是了。行了，大家要么看看衣服，要么就散了啊！这福林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这是我给你买的麦乳精和奶茶。求程主任放过我家男人吧。昨天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？少假惺惺。是我最近在处理郝建仓库的事情。他本来就欠了赌债，要是再丢了工作，我们这一家子就活不下去了。我承认之前是我嫉妒你，但那都是我自己想不开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行。不关福林什么事，只要郝建把汤屋的款填上，我可以不上报。但以后啊，你们好自为之。真的？啊，保证，我保证。那就先谢过陈主任了。我先走了。居然在背后默默替我收拾郝建，真帅呀、啊！哟，李姐，来看看，想听什么样的款式？福林呢？我找他做衣服。哎，我是老大，我给你做也是一样的呀。哦，他不在啊，那算了。十块钱一套，不讲价。朱福林，李姐，你在这儿卖衣服，我找你半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但是你这手艺不做衣服实在太可惜了。等我存到本钱开公司，到时候李姐开来照顾我生意啊。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们最近在找设计师，是要给恒源祥服装公司做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当然可以，详细说说。主要是因为这样，他们呢是什么阿猫阿狗对手之间。我看你连恒源祥的门都进不去吧，不像可是特有价格。福林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设计了？我可是要在80年代创建服装帝国。你是说你要自己开店？
那你多少钱？哎，你不会还在跟苏小宝赌气吧？那怎么？合着那裁缝铺就他能开，我开不得？我哪是那个意思？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你拿去用吧。你不是不看好我吗？我只是看你以前没做过，多问了几句。我是你男人，你做什么我能不支持你吗？这些呀先不用，等我谈好这笔单子就有钱了。你先睡吧，我再忙会儿。他工作的样子真有魅力。刘梅，刘梅，干嘛？你帮我做件事儿呗，事成之后。偷东西！过几天就是截止日期了，他东西要是丢了，肯定来不及生花。这趟浑水我不趟了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大学生，你还怕竞争不过朱福林啊？哎你！老板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料子都拿出来。你们这儿最好的料子我都收了。你又是？就你这种水平的人还想跟我一起竞标？你配吗？我不配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料子？难道你怕我赢了你？我有的是钱，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，你管得着吗？朱小姐，你看这个合适的。哎，你要是卖给他，我可就不买了。你不买啊，门在那边，自己出去啊。朱小姐可是我们店的贵客。朱小姐，你要这不喜欢，那边还有些合适的，你到那边去看看。走，哎。朱福林算哪门子的贵客？有眼无珠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我急事儿。哎，就这款了。好，福林，你也来进衣服呀、啊？我的设计稿怎么在你手里？我这个是在地上捡的，你是设计师啊？对，最近呀、啊，我正在竞标恒源祥的服装订单。恒源祥，这不就是我刚接手的公司吗？我敢保证，这个设计绝对能中标。借你吉言，给我吧。来，把这个打包。现在服装设计的门槛都这么低，一个小区都没有毕业的流氓都敢跟我做了。宋娟娥不仅有海外留学背景，还是厂长的千金。哎，这次我们估计又得当陪衬了。宋小姐的设计一定有经验。他们都有自知之明，就某些人没。你家住东环吧？壁画那么多。什么话？下一步竞标者宋娇娥、朱福林。怎么回事？
然抄袭我的设计图？笑了，我一个海归大学生，至于抄你这个文盲的吗？该不会是你趁着我不注意，来我裤子里偷了我的图纸吧？居然这么无耻，都抄到宋小姐头上了。这种人居然跟我们是同行？大家不知道，这个人是惯犯，不仅抢了我的男人，现在还要偷我的设计图。看不出来啊，你竟然这么败类。就该取消他的竞标资格，把他赶出去。有人可以帮我作证，这个设计图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秦律来的正好，你可以帮我作证吗？作证？朱福林，这就是你新勾搭的野男人吧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也就只配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小青青，您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你居然是这个公司的老板？我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，没想到碰上这么一个不错。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我是什么？那条裙子的设计图我在一周之前就考了。那天在店里，你把设计图踩在脚底下偷看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所以，你才是那个抄袭者。原来是恒源祥的小秦总啊！小秦总说的话肯定是真的。难道真的是宋佳娥抄袭了朱福林？就算你是老板，你也不能帮着朱福林污蔑我。像我这种身份的人，用得着抄一个村妇的设计图吗？你们这个竞标有黑幕，我要举报你们。说的有道理啊，宋小姐是高材生，又是厂长女儿，这个竞标会搞不好真有黑幕。对，举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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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是你现在跪下来跟我道歉，并且自动退赛的话，我可以大发善心，不去举报。我看你是左脸皮塌下来贴右脸皮，一半厚脸皮，一半不要脸。你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在设计原稿的时候，先设计另一半，另外一半随意发挥。这是我的另一半，你有吗？这样一看，确实朱福林的功劳。我宣布，朱福林同志中标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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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会就这样算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是朱福林同志吗？有人举报你婚内出轨、乱搞男女关系、涉嫌流氓罪，请跟我们去公社走一趟。是朱慧林同志吗？有人举报你婚内出轨、乱搞男女关系、涉嫌流氓罪，跟我到公社走一趟。怎么回事？搞错了吧？没搞错，有人举报的。朱福林不是变好了吗？看他和陈月恩恩爱爱的，怎么又闹这么一出？怎么叫变好？人家本来就挺好的。那小伙也算了。说啥了？小心被抓走。同志，我和秦律同志清清白白，假举报可是要犯法的。是我实名举报的。你前面就作风不良，和刘梅老公郝建科长不清不楚，现在又和秦律拉拉扯扯，我亲眼看见你从他车上下来，大家也都看到了吧？张婶儿，你说是吧？是小姐，你举报人家福云犯流氓罪太过分了，这事严重是要判死刑的。我们大伙都知道，人家福林对陈主任可是一心一意，蜜里调油，怎么可能犯流氓罪啊？就是就是就是什么深仇大恨嘛！我可以作证。朱福林的人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就算不是流氓罪，那他也和秦律有一腿，我有证据。他今天在竞标大赛抄袭我，而秦律一直在包庇他，让他赢了比赛。我可听说他在众人面前发过誓，他要是再敢对不起月哥哥，就自动滚出家属院。同志，快把他赶出家属院。陈主任，陈主任，听说有人举报嫂子犯了流氓罪，要被抓进公社了，你还是快回去看看吧。别急，发生了什么？跟我说清楚。工厂的事先交给你，
我先回家一趟。朱福林同志，我看你不仅作风不良，还偷了宋小姐的设计图，这家属院恐怕容不下你。有证据吗？哎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吗？哎，单凭你们说怎么信啊？就是啊，同志，你无凭无据，就这么信？宋小姐可是谁？那可是宋大堂长的女儿，她的话可信度更高，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处理你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卷铺盖走人吧，省被人抓进大牢。有我在，谁敢动他？月哥哥，朱福林和野男人串通一气，偷我的设计稿，还倒打一耙，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他乱说。我跟福林只是清白的合作关系。大家谁不知道啊？青绿可是镇上有名的花花公子，这苍蝇和破蛋都凑到一起了，怎么可能不盯上几个？你确定是他偷了你设计？当然了。月哥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祝福林之前就好吃懒做，草包一个，从来没有设计过衣服。之前没做过，不代表现在不做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实话。祝福林，月哥哥让你说实话。宋娇娥，我让你说实话。实话就是。朱福林他嫉妒海龟的身份，想要偷走我的作品，献给他作为玫瑰的相好。好、哦，既然你死不悔改，那我就报公案了。这是福林在家丢在垃圾桶里的设计图草稿，我相信这足以证明抄袭的人到底是谁。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没想到堂堂海龟也会抄袭呀、啊！你什么时候帮我剪的草稿呀？真好。我也是想到你之后可能会用。程月哥哥，其实我也是想帮你脱离火海才举报朱福林的，像他那样子的剑南春根本就配不上你。我不配，你配吗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真想撕烂你的嘴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说什么呢？苏江娥。针对福林，我之所以没拆穿你，我是看在宋厂长的面子上。没想到你变本加厉，诬陷福林偷钱，这件事情已经碰触到了我的红线，我必须要报警。程月哥哥，我那么喜欢你，难道你忍心？澄清一下，我和宋娇娥没有任何关系。还有，你以后别再叫我月哥，我不是你哥，也别再骚扰我，破坏我的家庭，不然我才要告你不冒充。我去。这也太帅了吧！哎哎哎！同志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宋娇娥同志，有人举报你剽窃他人设计作品，诽谤他人，请你跟我走一趟。不要，不要！走。岳哥哥。哦。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宋娇娥送进去，你就不怕他爸找你麻烦？我不怕。不过，宋厂长应该会把他保释出来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真舍得把你旧情人送进去。你咋还乱说呀？不是你没提前告诉我，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又没问，那还是我的错了。行行行。要不今晚我们就……你在说什么？今天晚上我没空。男人虽好，但还是工作要紧。那免得你老担心我身体的问题。福林，福林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给福林送合同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不过公司那边要求你一个月必须出300套，要是完不成的话就得赔付双倍的违约金，这是公司的硬性规定，我也没办法改变，你可以吗？没问题，300套，就300套。真的吗？不过
你得提前预支我一半的薪水，外加借我一笔缝纫机。这个好说，我这就去办。一个月100块，愿意干的就留下来。真的？100块比大学生挣的还多呀。傅林这些年也没有做过服装生意啊，怎能给咱们这待遇？该不会是哄人的吧？我可以提前预支半个月的工钱，剩下的干满一个月之后再付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第一批单子，等我以后开了服装厂，你们就是我厂里的第一批元老。太好了！我这辈子在婆家给他们洗衣做饭，没有过什么见识，才当年荣耀，一心一意算。教父，主席说了，女性平底半边天，只有自己的腰包充裕了，在家才能说得起话。我敢保证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以后你们赚的不比你们家男人少。那也对啊，反正在家待着一分钱也没有，还得受气，你这活我干。我也干，我也干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谁？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冯林，你能不能发发善心，也给我一份工？我家那个死鬼丈夫把家底儿都给输光了，我们家现在穷的快揭不开锅。你不是在宋佳娥那儿干活吗？你不是在宋佳娥那儿干活吗？别提他了，上次他让我去偷你的设计图，我没去。他被厂长保释出来以后，就拿我撒气，我给气退了。你说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，我也不能做害人的事，不成？我看你是被程月收拾了，不敢引祸上身吧？行了，换回去，一个月。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？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给你干的。你放心。你把刘梅招来，我不怕她惹事儿啊？我听说你这家栏目城有违约金的。她本质并不坏，就是愚昧了一点。再说了，她又是把我这笔单子搅黄了，我到时候结不出尾款，肯定能放过她。有你帮我监督他，说不定这效率反倒还提高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放心，我替你好好监督。有张婶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到时候我给你额外奖金。在哪？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有当老板的潜质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那个，明天你有空吗？难道是找我约会？我最近很忙的，想约会得提前预约。不是，我妈过生日，咱们得回家一趟。哦。啊！见家长？好久没见过肉，妈。我儿子，你回来了。妈可想死你了。妈，你怎么也跟着回来了？你回来了，妈可想死你了。妈，你怎么也跟着回来了？你回来干什么？你们陈家不欢迎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们是特意回来为您庆生的。啊，对。这是福玲为您做的衣服。我要去把礼物吧。园主也太不招婆家待见了吧。饭菜的脸啊，吃饭吧。福玲，你别生气了，妈就这性子，你先走，我去给你拿5块。
其他不怨，趁人不注意全把肉给吃光了，这一次一口也没咽。嗯，哼，我说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，还跟他家缠？来，吃饭就吃饭。行吧，早点吃完，早点走。我们这个家呀，容不下这种大妈。上一次他回来，就嫌我们这个家老破小，又说我做的饭有鸡屎味，把我和你爸呀气得高血压都犯了。有鸡屎味，我才不吃！任务要关要下，我才不吃。先前都是我不懂事，爸妈，我给你道个歉。先前都是我不懂事，爸妈，我给你道个歉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以后还要一起过日子。之前哪做的不好，我会改正的。一家人？什么一家人？程月，这婚你是不想离了啊？人家何小妹还等着你离了婚，把她大轿娶她回家呢。什么？怎么又冒出来个何小妹？妈，别胡说，这事我从来没答应过。你没答应过，那你娶她的时候，你答应过了吗？啊，你还不是被逼着娶了这个温婶？你跟何小妹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人家何小妹帮了我们那么多，哪一点比不上这个，好吃懒做、牙尖嘴利的朱福林？今晚你就睡这屋，朱福林啊，在隔壁打地铺。你怎么能让他打地铺啊？妈知道你离婚后一直没圆房，再说了，一会儿啊何小妹还要过来单独和你聊一聊。什么？陈大哥，好久不见啊，听说你要回来，我特意做了你最喜欢的鸡蛋羹给你。还是小妹贴心，来来来，你们好好聊啊，妈去睡觉去啊。胡闹！你也不考虑一下别人的名声啊！一个大姑娘大半夜的跟我一个已婚男人共处一室，笑什么话？陈大哥，去我房间里睡。天这么冷，打什么地铺？哎，我说你是要离婚的，怎么能睡到一起呢？谁说我没有离婚？妈，您要是再这样胡闹，我现在就和福玲去吃招待所。难道还要和他过一辈子吗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自从他这个少女婿嫁到我们陈家那以后，我们陈家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你是嫌我和你爸的命太长了是吧？啊！我这血压高的，小妹，你去给我拿药啊！好，来。哥，今天程家挺热闹的啊，要不趁着儿子回来，剩余的账清了呗？咱们家怎么还有情况？还不是你的好媳妇儿，在结婚的时候逼着我们程家给了天价的彩礼，害得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债呀是越滚越多。就是程大哥。这叔叔沈蛇平生病了都不敢吃药，就是为了节约点钱把债还了。这种事儿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哎，先前合作的那家国营饭店换了供应商，所以家里积压了几亩地的大头债，不然的话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和袁翔的定金我已经全部用来买布料和预制工钱了，一个月后才能结出尾款。我现在只有这么多，能不能再宽限？
就这点钱，只够利息。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是卖房，还是卖村口那块地？痛快！不然，让人把你们家砸了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村口那地十年后可是要被拆迁，能赔好大一笔钱。不行，那地不能卖。不行，那地不能卖。不卖地，难道你要我们卖房？那我们一家人不得喝西北风啊！我们家欠你多少钱？连本带利500。我现在还拿不出这么多，等我回去凑一下。少废话，地契、房契哪里？如果在秦府地主大头在，处理了，情况也许会好一点。但是这个房子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卖的，兰弟。可以抵押。等等，大头菜，地和房子我们都不卖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能还上这笔钱，外加20%的利息。哈哈，半个月连本带利还我600，就你能吹？那我就成全你，半个月后来收债。你疯了吗你？半个月600块，我们怎么能还得上？家里不是有几亩地大头菜吗？我有办法，全部卖出去。什么办法？把它们做成榨菜。榨菜？这玩意儿家家户户都能做，你还以为那是什么宝贝不成？你不会不知道我们村可都是盛产大头菜吧？这各个家里都腌了几坛，谁还会去买别人家的？做榨菜并不难，重要的是配方。我小时候常吃的涪陵榨菜可是驰名中外的下饭菜，我手上掌握着涪陵榨菜配方，做出来的味道绝对不一般，只要销路打开了，说不定还能畅销全国呢。涪陵榨菜哟，我看呀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这平常在家做个饭都会把厨房给烧了，这普普通通的大头菜难不成你还能把它变成黄金呢？变不变黄金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不过要腌制这些大头菜我需要很多木工盘。我就知道这要钱呢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我看看我们陈家都会逼上绝路了，你还在打这种歪主意，我看了你不把我们逼死你是不甘心的。你我看了你不把我们逼死你是不甘心的。你福玲，你有把握吗？有，小时候我外婆经常做榨菜，只要能搞到密封盘我就能做出一样的，到时候就不愁还债了。好，密封盘我来解决。你愿意相信我？你说的我都信。程大哥，你要想清楚，我们村里可是没有谁卖榨菜发了财，你这个钱一定会打水漂的。我说程爷，你的脑子被烧糊涂了吧你？这个找朋友说的话哪一句算过数啊？啊？小鲁是自己找的，做出第一批榨菜之后你们就知道我说话算不算数。陈家俩媳妇啊，最近啊也不知在捣鼓什么，买了那么多破罐子。听小妹说呀，她最近啊在搞什么涪陵榨菜，还妄想啊弄上这大头菜要还债翻身呢。翻身呢？这朱福林啊真是瘟疫一样，自从他进了家门呢、啊、这陈家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差呀。之前呢那个陈月当上了厂主任，他妈呀天天在村里显摆，他爹呢更牛了，还想竞选什么村长。如今啊是风水轮流转，他是扫把星了。哟，陈姐，陈家还没倒呢，你们就在这儿落井下石。你别误会，我们呢是为你着想。你这由着你这个媳妇胡来，那陈家呀真的要倒大霉了。朱福林，你这榨菜都做了好几天了，怎么还不挣钱？我把你这些破罐子全都给摔了。
韩子一个人做榨菜可是不少钱。你不要，就这。晨晨，别生气，先把罐子放下来。我早就劝过程哥，不要相信这个女人。你放心，如果程家落难了，我这里还是有些积蓄的。还是小妹好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也不跟你客气。嗯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放心，有我在，陈家不会落难。你先把这一院子的菜卖出去再吹牛吧。榨菜已经做好了，你们尝尝。我倒要看看你这榨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怎么样，陈婶，能吃吗？别说这榨菜嘛，和其他的什么一样？真的假的？都是做大头菜，有什么新花样？肯定是大中年充胖子。陈婶，没关系的，我们都知道朱福林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要不你们都尝尝再说。哎，怎么这么脆？嗯。和我们家俩的确不一样，这茯苓榨菜呀、啊，真的让茯苓给做出来了。姐，教练，我们做茯苓榨菜呗。哼，你们刚才不是还想看我们陈家的笑话吗？哎呦，姐，那个舌头啊，跟牙齿还相伴呢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这榨菜的方子是茯苓出的，你们呢，去问他吧。哎，茯苓，这家家呀都有卖不完的大头菜。你就当为陈家积德做点善事，这钱呀，大家可以一起挣嘛。朱福林是个要强的，肯定不会把秘方通给别人。想让我教你们？可以。想让我教你们？可以。不过你们得先帮我把这批榨菜卖出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我现在就过来去其他乡里问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哎，我也去。哎，陈姐，就这么说好了哈！哎，你疯了吗你？自己的稀饭没吹牛，去管别人家的闲事？就是，这要是大家都做榨菜了，陈家哪还有优势？我是会教他们做榨菜，但他们每做完一笔，就得给陈家10%的分成。咱们吧，不是一直想进去当村长吗？要是把这零花费榨菜的名头打出去，帮助村民们一起发家致富，那他村长的问题就是众望所归，赢呀以后就是村长夫人，多光荣，多显姐气。还是你会想，明天呢就到村口去把所有的人都叫过来。妈，既然榨菜已经做好了，我这就回去联系各大厂区的食堂，你们等我好消息。拿着，别说我们了，亏待了陈家的儿媳妇。那就多谢妈了。走吧。福林，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两天郝建天天带着人来闹，搞得我们工作都没法干了。什么？快看看啊！你们的女人在干什么？天天在这踩缝纫机不回家，家里的活还干不干了啊？家里老人小孩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这么多天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。女人家家的，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就是一个义务。一天登记什么的，就给外面躺。什么外面躺？他们这是在正经工作。朱老板回来了。郝建。你又在这里带头闹事，怎么不怕被举报吗？举报我？前面的账我已经还完了，这次是我要举报你。要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这副烂德性，我们男人不要人伺候了。就是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今天我媳妇儿必须跟我回家。听说单子不成会有违约金，哼。看你朱福林怎么填这个空，走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过日子？敢问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，一个月
挣得了100块吗？你们不就是想让他们跟你回去洗衣服做饭？行，我这里的待遇不怕找不到人，就怕落了这个村，这个店。上周孩子的营养品还是我买的，家里多一个人挣钱难道不好吗？可不是，就凭你们几个男人，一个月都吃不上几顿肉，谁爱走走啊，反正我不走。想让他接着干也行，那你们每个月得给我们2块钱额外补贴。哦，原来这是在坐地起价呀。行，那我告诉你们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借。门在那边，愿意走。天愣着干什么？快坐回去啊！不走也可以。你们女人把每天的工钱都上交，要不然谁知道你们是在做工呢？还是偷人呢？毕竟你朱福林可是方圆十里出了名的狐狸精，他带着你们的媳妇儿干些不干不净的事儿，你们也不知道是不？够了，郝建，你带他们来闹事儿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说什么？你问问他们啊，谁不是把钱拿回家里补贴买米买油的啊？有谁像你这样天天为了媳妇要钱出去赌的？我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是不是我现在打拳你？你敢！他还是我的员工，他还是我媳妇呢。你就算把公安叫来，他也管不着我们家里的事儿。当初可是你死乞白赖嫁给我的，你现在不把钱给我，我天天打死你！你打我！你可是我老公，就算是搁了公安那儿，人家也管不着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在这闹事，我今天天天打死你！你这个泼妇！我要跟你离婚！你把这段时间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穿我的全部还给我，再还我1000块钱青春损失费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才是郝建今天过来闹事的真实目的，找女人要钱。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靠女人吃饭的软蛋，真是个混蛋！堂堂一科长，居然要靠女人养，就是太丢男人了！别再被人当枪使，大家都是靠双手挣钱，男人挣得，女人也挣得。明天我就跟你离婚，看不懂？看懂了吗？哎哎，科长科长。谢谢你刚刚跟我说话，我这不是为了帮你。马上就要到截止日期，大家必须齐心协力把这个订单完成。方便，我保证按时完成任务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心中站起算。主任，这道菜真好吃，还有吗？待会儿你们帮我把这些榨菜卖给各个厂区门口卖盒饭。卖盒饭的不卖给食堂了吗？盒饭的人多了，食堂就自然会过来收购。你看最近那个榨菜卖的确实挺不错的。你是陈主任？陈主任，你之前说的那个榨菜我们厂区全要了。明明是我先来的，明明是我先来。不急啊，大家都会有啊。嗯，你们家榨菜啊有味，再来那次啊味道好，我昨天给各位吃了一下子就抢光了。你还要好，那我要30斤，我要50斤。哎呀，对呀，多亏了我们的人家那儿媳妇儿，这衣服也是她亲手做的，比那商场卖的还好看。这手艺啊真好，你们陈家有这样的儿媳妇，这是三辈子修来的福气哟。哎呦，姐啊，真羡慕你啊，下半辈子就等着享清福了。来，儿子。啊！妈，这什么？这是牛身上的宝贝，喝完了，赶紧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啊！喝喝喝，快！
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不仅还清了债，还帮莲花村呢找到了一条致富的道路。你那脸怎么这么红？ 你呢？不是叫我们俩？以后我们谁都不许说这档子，好不好？福林，这是上次那批服装的工钱，你的那批服装啊，做的是又好又快，要不你来我公司上班，我每个月给你600块钱。我还是准备自己开公司。真的吗？那你找我给你投资啊。这样，我先试试水，你到时候再入股也不迟啊。福林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且最独立的女性，行，到时候你开业，我一定来给你捧场。好，行吧，那我下午先走了。姿美服装铺今日正式开始营业，欢迎各位邻里乡亲。 多多捧场！这陈家媳妇儿啊，最近又是做榨菜又是开店的，这哪里还有之前好吃懒做的样子吧？这简直就是女强人嘛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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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找到福林这么优秀的女孩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要是你对她不好的话，我可要挖你墙角。你不会有这种机会的。左福林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爸都快死了，你不管，还在这张灯结彩的。你爸都快死了，你不管，还在这张灯结彩的。就是，这是人主的吸血鬼后妈，就是他逼着陈家娶了人主，他要走一大笔田家财产。哈，你现在能耐了哈，有钱开这么大家店铺。可怜你那个卧病在床的老爸，连口肉沫都吃不上。哎，你们大伙说说说说，这个不孝女，她是不是应该遭天打雷劈？妈，我们回家再说，福林还有做生意。回什么家？你不认识？我看你们就是想赖账。这医药费、伙食费500块钱，你们今天要是不给的话，我就赖着不走了。我，不走了。你这生意呀、啊，也甭想做了。我可听说你这次回来帮他们陈家可挣了不少啊，朱老板，这区区500块钱对你来说也不算个什么大事吧？500？你少在这里狮子大开口！你现在是看我风光了，想趁机捞我一笔？哎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！你爸当年为了救陈月他爸，那断了一条胳膊。我一个好生生的人，照顾那个死残废10多年，哎，你拿这点钱，那孝敬我是应该的。你说你照顾我爸，是我爸照顾你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从我这里捞走一分钱。你想赖在这里不走，可以，我走。刘梅，我往这儿看一下铺子，你去看看我爸。哎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！爸，坐。哎呀，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我就是天气冷了，感冒了，过来输个液。你看你搞那么紧张。原主的父亲是个善良的老实人，常年受到皇帝压迫，吃不饱，穿不暖。爸，这些钱您拿着。现在我做生意了，以后差什么跟我说。你后妈是不是又去找你了？爸现在老了，干不动活了，不像年轻时候能挣钱。你那后妈她本来就是个财迷，但是这些钱我不能要，你自己留着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我有本事了，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了。
我去给你洗个脸。女婿啊，我这闺女以前一直都是游手好闲的，她现在真的开店了？当然是真的，她现在是整条街最好的设计师。真的呀？再聊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来，爸。哎，可以倒上。哦，多来点啊！我把你心眼可吐一吐。来，你来一盘。生啊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怎么在我家？我可是你后妈，你家就是我家。我今天我不仅来这儿，还住在这儿。儿子，晚上我睡床，你打地铺啊，天凉多盖点啊。好嘞。你是乞丐吗，黄丽？还在别人家里不走？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凭什么你们一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？我却要饱一顿饿一顿的。就是你家里面这么多好东西，怎么着想一个吃独食啊？要是啊你不让我们跟着你享福，我就白天去你铺子闹，晚上啊来你这住。有本事你报公安去啊。哼，要是公安知道了你这么不孝顺的话，也不会帮你的，没准啊还会让你每个月给我拿赡养费呢。你们急脾气起来，你也会过一天吗？我们今晚先去收拾一下，明天再说。家里的钱和粮票都被抢光了，虽然总共没多少，但这也太恶心了。要报案吗？等等，他不是喜欢偷吗？那我就让他偷个够。啊，这好浓的肉香味儿啊！哎呀，真可惜，熬了两个小时没人喝呀。哎，大婶儿，还记得我不？我是那个陈主任的丈母娘啊。哼，老借着陈主任的名头打秋风加暑，谁不知道你呀？小丽呀、啊，哎，是我，是我。你看看，我熬了两个小时。大荷汤，我男人今天出远门，要不咱俩喝？好嘞，把碗拿着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好吃吧？我吃。慢点啊，噎着。没事，别管我。我再去给你拿个绿豆汤。哎，福玲，要不我们今天回去好好和你后妈谈一下吧。福玲，听说你妈被家属院保卫出庄了，快去看看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哎呀，冤枉啊，青田大老爷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就是看张婶她的镯子脏了，我想擦一擦，那谁知道最后我就不小心我忘在自己的口袋。我是空的呀，是空的。他就是个惯犯，前不久还偷了我们的粮票和钱。依我看，这个事情不能太保密，得报公安。哇！我知道了，是你给我设的局。啊！我知道了，是你给我设的局。啊！是你们俩？是你让张婶故意把我领进屋里的。
然后把东西放在那儿了。然后呢？你要说是我把你的手按在这个镯子上，强迫你偷，那然后放进你的兜里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啊，他俩就是一伙的。好你个死丫头啊！亏得你妈死了以后，我还带过你几年呢。是这样报答我的啊？收拾你！哎妈，妈，妈！哎呀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，你怎么会被抓起来？都是你这好闺女，联合外人设计陷害我。我好歹我伺候了你十多年啊啊！你今天要是不把我给弄出去，哎呦啊！你就是个良心狗肺的东西。福玲啊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，他确实偷了东西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我可以作证。福玲啊，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。算了，他都这么对你，你还帮他？福玲，要不这次就算了。事闹大了，爸脸上也不好看。哎，你们这些人，哎，真是！哎，老师，我砸死福玲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是我的错，我承认我眼红你过得比我好，我想捞点好处。黄鼠狼给击败你，哎，那你发达了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娘家人吧？你不给我钱就算了，给你弟在这铺子里找个工作，帮衬帮衬。我看道歉是假的。要钱才是你真实目的。我这是裁缝铺，有他干嘛？出去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这好闺女，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眼前没有报警抓你就不错了。程月啊。这几天呢，厂子里人员调动，恐怕你的主任的位子啊，保不了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要是和我规定好了，哪有这些事儿？再说了，就我这厂长的位子，那迟早都是你的。我尊重程理的安排。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？你就别想了，人家宁愿丢了工作，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我怎么给忘了？我的女婿还是厂里的主任呢。好女婿，妈有个事儿找你帮忙。你看。认嘛，把我儿子弄到厂里给找个工作呗。我想呢，最好是个主任什么的，一个小领导就行，不用什么大官。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安排。什么？连你媳妇娘家这安排个工作都不行，你这个主任怎么当的？最近厂里人员调动。你的意思，你被革职了？我们家朱福林现在可是又开店又干买卖。你说我当初也是看你有前途，我才把朱福林给嫁给你的。你倒好，还把主任给弄丢了。早知道我就把朱福林嫁给别人了。黄姐，哟，宋小姐，我可以给你儿子安排工作吗？真的假的？宋小姐愿意帮我们？不过你要帮我办件事。哎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回家？啊，回屁个家！工作都丢了，还想瞒着我们家福林呢？什么？你什么？我呢，之前看你在厂里混了个主任，要不然我才不认你这个女婿呢。现在都快变无业游民了，你拿什么跟我们家福林在一起啊？就算真的被辞退，我也会很快找到新的工作。再好的工作能有我们家福林挣得多吗？啊，我可是听说了，我们家福林这一单能挣好几千呢。你呢，一个月能挣200块吗？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有尊严，别成天想着吃女人的软饭。就是这靠女人养活的男人呀，就是没出息的孬种，一辈子服不起的窝囊废。那你之前还来我这混吃混喝，那能一样吗？你可是我姐。哎呀，这个窝囊废他配不上你。妈呀，给你姐配个新男人。哎呀，他虽然说眼睛有点问题吧，但是人家家里有钱呐。哎呀，过两天就把婚离了，嫁给你。闭嘴！你算我哪门子吗？我的男人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就算没有工作，养他一辈子。你当初嫁给他，也是我一手操办的。我能嫁你一次，就能嫁你第二次。哼、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由不得你。你敢说人家彩礼？我告诉我爸。哎呦，那可真是不巧了，你爸呀，他出远门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虽然说眼睛有点问题，但是人家家大业大的，比这窝囊废强多了。婚礼呀，就定在下周啊，你呢，好好准备准备。都死，岂有他人？我是因为爱福灵才忍你们到现在，一个卖女儿的婆娘算什么家人？给我滚！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等着你。走。你要的就打在两个吸血鬼身上，我何必伤着自己？都怪我，没本事。我是不会再跟那个王瞎子的。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宋江和他爸在给你使绊子？真想一锅端了你两个吸血鬼！老板，这个这个，还是这个啊？哎，好。来，两位给钱呢？给我结账啊！啊。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妈不是已经收了彩礼，没给你分点？她有钱都揣自己兜里去了。把王瞎子这个事情解决了，我给你钱。真的假的？前提是你得干成，对你妈保密。好，没问题。反正是个瞎子，谁嫁不是嫁？我随便找个人，岂不是我妈的彩礼钱也不用退了？岳哥哥，岳哥哥，你知不知道福林他妈给他谈了一门新心事？我算了算，好像就是今天。老板，岳哥哥，岳哥哥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就亲自去王瞎子家的宴席上看看。我姐那边好像出了点状况。你妈可是收了我钱的，今天就算是绑，也要把她给我抬到王瞎子的床上。要不这样，你先过去看看再说。好，我倒要看看她今天怎么跑。哎呀，这席都要开了，人怎么还没到啊？来，这边去，快快快快快！
情愿又能怎样？还不是任老两摆布？还不是任老两摆布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那里面的是谁？谁？下去吧！哎，好好享用吧。是我花钱买来的，小鹏，没那么简单。臭娘们，小鹏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朱石？周福林，是不是你让人绑的我？我杀了你！干什么？你这个臭娘们，居然敢砸我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老子今天不搞到你三天三夜下不了床，我就这个王字我倒过来写。王瞎子的新媳妇居然是宋厂长的女儿，天哪！你看他的样子，一看就才干过那种事儿。哎呀，大白天的太骚了！哎呀，王老板呐、啊，也搞错了呀！哎呀，这位可是化肥厂厂长的独生宝贝女儿啊！哎呀，朱福林是他，哎呀，不是他呀！哎呀，你这个狗日，你怎么办事的？哎呀！你管他厂长不厂长，反正我的眼睛看不见。既然确实被你捏变了，就是我的女人，把她给我弄过来，我们好好爱她。放开我！贫穷宋江娥还是一个海归，居然嫁给了一个瞎子。你管？人家就好那口呢。放开我！我告诉你们，我爸可是厂长，等我爸来了，你们一个个都会遭到报应的。尤其是你，朱福林，等我爸来了，一定来给我报仇！关我什么事？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我要扒了你的皮！那不如让我扒了你的皮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给我出床！那是谁在认亲我女儿？爸！姓王的，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何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侮辱我女儿？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我就是个瞎子，我花了钱讨个媳妇儿，有什么不对啊？你不问你女儿，怎么会爬到我床上来的？哎呀，误会！哎呀，都是误会呀！今天跟王老板成亲的是朱福林，谁知道这个女人她使了什么坏，才让我宋少杰他蒙了羞啊！对，就是朱福林，这一切都是他来的。爸，你快把我打死他！又是你，又是你！来人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么多人看着你，敢对我动手？动手？动手那都是轻的。今天在这里活活打死你，相信没人敢报案。宋厂长手段很多，这一片区都没人敢得罪他。听说他以前手上还真有几条人命呢。不是吧？这个闲事我们还真不敢管了、啊。我们快让他给我下跪，然后把他的衣服给我撕烂！放开我！朱福林，走到今天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我要让你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放开我，滚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行，没事吧？你们这些人是在聚众斗殴吗？哼，你们两个是新来的吧？不知我宋厂长是什么人吗？都老实点儿，最近严打，不管你是谁，最好不要犯法。我们也没有犯法，我们在这里是闹着玩的啊，闹着玩的。好了，不玩了，撤吧。就是你欺负我媳妇的吗？说了算，这下走了，找我气，你能把我整上？
他得打我！打人！打人！你们不是闹着玩吗？这警察同志，我举报朱福林叫人对我实施绑架。绑架？你有证据吗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证据，还有你，王瞎子，刚才在卧室里猥亵我，这笔账你也背上来的。警察同志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给了他和我妈一笔钱，才让他把女儿嫁给我的。我是个瞎子，我也看不清谁是谁。我就贱人，你再看见。那你知道是谁绑架你了吗？是他，朱福林，他让他弟弟绑的我。妈，你让他跟别人说了，我可不想吃枪子儿。我关同志，我也怀疑是你弟弟。不是你让我去做的吗？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？我只是让你去搞破坏，我可没有让你实施绑架。乖，就怪你们太贪心。我可是看见朱石在婚礼场上拿着一个麻布袋子进了王老板的屋子。大伙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看见了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既然涉嫌到了绑架案，就请你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妈妈，救我妈，救我！你好狠的心呀、啊、你！你别走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个臭娘们，让你找个媳妇你都找不定，把钱还给我。钱？那钱我花光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花光了，那把你的房子递给我。房子递给你？啊，那我就要和西北风了。关我屁事！回来，兄弟，叫人，我拆他的家。朱福林，你好歹毒的心呐、啊！连自己的亲人你都不放过，我们算哪门子亲人？为了我爸，我一直在忍。如果你再敢破坏我们陈月的感情，会让你更惨。不哭，我妈已经帮你出这口气的。看他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到时候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今天怎么想到去报警的？我听宋娇娥说了几句，感觉有些不对。多谢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肯定不好走。谢什么？你是我媳妇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今天你带人打了宋厂长。妈，不是这样。你为了福林得罪宋厂长一家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只是和你有矛盾的不是宋小姐吗？这下连他爸也冒犯了，可是。陈月的工作，工作可以再找，媳妇儿就一个，像福林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你打着灯笼都难找吧？啊，说的也是啊，这工作不要也罢。朱福林，你爸还要赶紧给我滚开！你跟他们陈家人倒是其乐融融啊啊！我跟你爸被你搞得无家可归，小女孩子赶紧过来给你爸跪下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的，姑娘，镇上有个老板带了一帮人啊，把咱们家都给砸了，下手太狠了，砸的连一个完整的碗都没有，爸有点看不过，就跟他们拼了。哼，你爸还以为他是杨过呢，一个残疾人被三个壮汉那打的是满地找牙。朱福林，这可都是拜你所赐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你爸年轻时候赖好也练过，虽然只有一只手了，但是那帮流氓也没讨着什么好果子吃。哟，还帮你闺女说话啊？啊，你这个恶毒的闺女都把他弟弟亲手送进局子里了。朱福林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还想认你这个爸，就赶紧想办法把我儿子给弄出来。房子我可以重新给我爸找，但这牢
是你亲儿子替你做的，想要他出来，行，你进去啊。你，傅林，我知道黄丽这些年一直对你不好，你们俩也有点不对付，但是这回这个事儿，你还是得担待着点儿。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他毕竟是你弟弟啊。现在这个年代啊，你吃过牢饭的人出来以后都找不着工作，要么工作。我儿子为了你，咱连主任的位置都不要了。别人呐、啊，把你的亲闺女都卖给瞎子了，你还在这儿帮别人说话，我看你这父亲是怎么当的。啊！你居然把福林卖给了瞎子！哟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这亲闺女被他这恶毒的后妈卖给了县里的王瞎子。要不是我家儿子提前报了公安，你家福林呢，早就被宋家人打晕了，送到王瞎子床上了。居然把福林卖给了王瞎子！什么买卖的啊！这陈月连自己的工作都保不住了，我不得给他找个好人家呀！哥，你别听他狡辩，就是他怂恿朱氏实施绑架，想强迫我嫁给王瞎子，为了一笔彩礼钱。你居然连亲儿子都敢利用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恶毒的母亲？我让你改嫁怎么了？啊？人王瞎子家大业大，嫁过去不还是享福吗？我做这么多，不还是为了你们家好吗？你干了这么多混账的事情，却还不知道悔改，你气死我了！你打呀！你死残废，你还敢动手打我啊？老娘辛辛苦苦照顾了你十多年。我儿子都跟着你们改朱家姓了，现在却被朱福林给送进了局子里。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不把我儿子给弄出来，我就跟你恩断义绝，让你死了都没人收尸。你说的对，这日子是没法过了，我们离婚，现在就离婚，离婚！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暴露你。没想到你连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傅林，都是爸爸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以后啊跟黄丽他们母子绝对划清界限。什么？真是叫了这么多年你爸爸呀，你要现在把他丢进局子里不管，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撒开！不是跟着你这样的母亲，他也学不到什么好。然后在局子里关几个月，应该让国家好好的替你教教他。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。好，离就离。这我早就想把你这个残废给踹了，房子和钱要啥啥没有，你这辈子就等着孤独终老吧你。没事，秦家公，我程家有房，你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做榨菜。榨菜？卖榨菜赚几个钱？哎，福林做的那次啊，第一批就卖了600斤，现在全村人都跟着这个方子在做榨菜，每卖一批我们都有提成。什么榨菜方子这么赚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已经不是朱家人了，这跟你没关系。等我老伴当了村长以后，他要在村里建一个榨菜厂，到时候你就来给我们当副厂长啊。什么副厂长？好歹也跟了你十几年，你也看着往日的几年，你傻子，你怎么对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但是这次你让福林受这么大的委屈就不行。这个婚我们离定了。我不要啊！出去，我们欢迎你。出去，出去。秦建光，我跟你仔细说说。所以厂里的工作你准备怎么办？我已经准备好离职手续，明天就去找新工作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程月。程月，嗯，听说你被化肥厂开除了。什么？宋厂长给县里面所有的厂子打招呼，现在
没有那个藏族来源，这是你的错。玉哥哥，我爸他不是故意要针对你的，都是因为朱福林把我害成这个样子。玉哥哥，只要你愿意跟他离婚，再给我爸道个歉，他肯定会原谅你的。我是不会离婚。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难道你认为朱福林当了老板，他会心甘情愿的养着你吗？如果他变心了，我会尊重他的选择。朱福林，我绝不会让你事业爱情双丰收。来来来，亏本出售诚意啊，5块钱一套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。5块一套这么便宜啊？哎呀，当然了，我这可是良心价格，不像隔壁的滋美。 那一套几十块，简直是产业行啊！不许他们随便花钱，走走走！进去看，进去看啊！我就算是亏本，也要把你顾客抢光，那你做不成生意。快看看看啊！都这么多天了，一个顾客都没有，要不我们也降点价？成本在哪？降不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顾客都快被对面抢光了。别急。 人群定位不一样，他那样轻松大甩卖，看着。实际上呀，再倒贴。我们家的服装都是在这家店店里。你们要订高级成衣的，赶紧了。我是第一个也给我来一套模特一样的衣服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啊，来，走走走走走。你上哪儿了？我找的顾客。别人新店开业用的我们公司的模特，对方还叫了记者，你设计的那些服装现在都上电视了，我们公司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。原来是这样。 这是100块钱定金，我先付给你，先做我的哈，记得啊。我订的5套，一共500了，凭什么先做你的？哎，怎么着，不着急，都有都有啊。来来来，一定要给我们定金做货啊！坐好啊。福林，现在农场订单这么多，您那个开场的事儿，行。 我行李去一吃小龙虾，咱们边吃边谈。行。哟，这不是咱钱主任吗？怎么，工作丢了，媳妇也跟人跑了？你别乱说。我乱说？你不也看见了吗？你前脚刚失业呀。 后脚人家就跟着秦老板去酒店吃龙虾了，像朱福林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没想到这么快啊！<笑>你打我有什么用？你像她这种心比天高的女人，换一个比你强的男人，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这，程烨。 程烨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可以开服装厂，创立个人的品牌了。对，秦律投资一部分，等 JP 订单完成之后呢，我再自己添点钱，到时候先盘下一个厂子，就可以规模化生产。什么？离婚？我只是让你考虑一下，你之前说过。 我们虽然结婚了，但大家都是自由。如果你遇见更好，哪有什么更好的人？你该不会是怪我那么多年工作吧？我哪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不说了。程烨，我有点冷。 这样会不会好点？那你干什么？没事，我不冷。你真是块木头。
如果我的努力让你变得更幸福，你选别人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你好，我来办理服装厂的营业执照，这是我的资料。不好意思，下班了，您再来。这不还有十分钟吗？哼，谁让你得罪了宋家长，他老早就给我打过招呼，别给一个叫朱福林的女人办证。哎呀，让你走就走，我有事了。电视店长，可以给我办证吗？资料不缺，下一个。不会吧，我这都商场规定给你。我说不缺不缺就不缺，你是专业，我是专业，这非是你来做好啊。你差什么大声我说，不然我怎么知道怎么过？你回头看看，那么多人排队，光给你办资料，那后面人怎么办？下一个。怎么这么没办法？反正你都要跟我。哼，我就不接，下次还不过。这次我资料肯定合格了吧？不合格，下一个。你故意的吧？哪儿不合格？你给我指出来，不然我举报你的所长。我们所长是一想见就能见啊。自己去找。我去拿钥匙了。是啊，这泼妇想要硬闯公安所。明明是他故意不给我办证。我跑了三天，要不就是我时间到了，要不就是我资料有问题。这次到底合不合格？资料没什么问题，你平时就是这么办事。要不是陈同志举报，我还不知道我们所里有你这么消息怠工的人。这点小事都干不好，那你干脆别干了。组长，你给我解释。我也不要这样。我们是人民的公，就应该为人民。他妈听说什么宋家李家，去点实际吧。朱律师的证件，听起来吗？你居然还有所长这层关系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昨天就准备跟你说。怕你不让我帮你。你现在要离婚了，不好意思找你。没有没有，就算我们离婚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也会帮你。你不会说，少说点。你媳妇得罪了宋家。好久，厂子办证后，自己小心。我要买这款布料，要多少定多少。你买这么多来干什么？做 T 恤衫。这些布料都能做几百套了。不够，因为到时候这款 T 恤衫风靡全国，也会成为自美服装第一款。你买了自美服装厂的 T 恤了没有？听说呀，还是最近热播剧女主角的同款。现在这 T 恤可抢手的很，要预定才能购买。真的呀？走走走，赶紧去预定几件。爸，朱福林不但成功开了厂，还抢走了整条街的服装生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得到了一切，我却什么都没有？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复活了。好了好了，女儿，不哭不哭，爸知道了。区区一个朱福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让他生不如死！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来这边来。朱福林都怎么了吗？哎，杨婶子，哎，好了。自从福林开了缝纫店之后，事业蒸蒸日上，
这么漂亮能干的媳妇儿，哎，程主任，你可是三生有幸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。既然忘了，那就让我来提醒大家，程月已经不是化肥厂的主任了。啊？怎么死了？老七，你来干什么？陈家不欢迎，出去。哼，你程主任当初不是威风得很吗？拦着我这白脸，还有句好话。怎么现在改行在家当起小白脸了？我也是，我找女人要吃的软蛋。那这个彩电不是你买的吗？他这些天都没有工作，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你给的？装他妈什么清高？你要还算个男人，说什么娶我奈何了？像朱福林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他早晚都会把你甩掉的。谁说的？刘百佑，刘百佑的话，在我眼里，陈渊就是最有本事的男人。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，就算我给他买车买房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与其在这里丢人现眼，不如好好想想。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，就是因为你害得刘梅跟我离婚，要不然我还能多从他那儿拿点钱抵债。告诉你，我要活不下去，也一定拖你下水。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要你十倍奉还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刚刚那个就是个笑话，你软蛋男。来，我们继续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白衣懂话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跟狗人满脑子里都琢磨着怎么离婚呢。我没有琢磨，我只是……那你到底想不想离婚？不想。那以后就不提了。那你不介意我比你挣的少吗？可是二十一世纪女的吧，总肯定赚的比你多呀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有谁规定男人就应该比女人这么多？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能挣多少。你不介意就好。那好，我以后会比以前更努力。我真没钱，宽限几天。今天不找你还钱。那你是？听说你和陈家不对付，有个回百钱。什么？一次一千？没问题。哇，嗯？你怎么又来接我了？这离家不远，几步路就走回去了。天黑，不安全。你每天都来接我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我担心宋家那边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先不来了。站住！等了你好几天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放开！放开他！今天晚上，保证让你爽翻天！翻天！你疯了！
好怕，我上边可是宋家，谁不知道宋家和他爸手上沾满了鲜血，我差点这一桌。况且今天晚上一次一千块，你说我会放弃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啊？好了，出来吧。敢动我媳妇，简直找死！顾承远，差不多行了。以后不准拿自己当诱饵啊！知道了。等会儿就把他们抓到化肥厂，宋厂长算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刚刚这两个人在路上蹲点，企图谋害我，把你们宋厂长叫过来，我要让他亲自来审问这两个犯人。你是说他们是宋厂长指派来的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有。我上边可是宋家，谁不知道宋家和他爸手上？天哪！没想到宋厂长真的是这种人，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是要蹲大牢的。一千块，你说我会放弃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啊？宋厂长，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公安局。看看这俩，一个流氓，一个赌徒，他们所说的话也有人信。就是，空口无凭，他们肯定是你收买来陷害宋家的。你有本事就拿出真正的证据来。证据在我这里，证据在我这里。关同志，这是我近日找到的物证和人证。住手！拿出枪，我兄弟藏在的位置，还怎么能把他推到河里？胡说！胡说！王宝犯罪，疏而不漏。行，请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当年那个案子，很多人都怀疑是你的动手，但是都找不到证据。没想到如今居然被一个年轻人翻了案。你什么时候调查的？一听所长提醒我之后，我就开始调查。我说过，我会保护。既然宋家一直针对你，那我就会想办法解决掉。真好。宋阳，您涉嫌故意杀人罪以及多起贪污受贿案而被警方逮捕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哼，我可是宋厂长，我看谁敢抓我。公安部警要抓你，这场教唆他人强暴父母的罪名你宋娇娥。宋小姐，麻烦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、不不不，放开我女儿，都是我犯的，我认，我认了。爸，跟我们走。爸，想不到千算万算走到这个位置，竟然是给了你们一对年轻人。要不是你触碰我的底线，我也不会知道一个化肥厂厂长会身负人命。有什么样的女儿，就有什么样的爹。自个儿去牢里忏悔吧。走。把阿妹带下去。爸，爸，朱福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赢？你抢走了月格格，让我被一个瞎子侮辱，现在害得我爸也要去坐牢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哈哈，报应，应该得的报应。你这是执迷不悟。周云，快叫医生。朱丽，夏佩斯一定会一命的。陈远先生，感谢你帮忙侦破嫌疑人宋阳的案子，
这是局里对你的表彰。不用了。哎呀，别谦虚，这些呀、都是你应得的。哥，请坐。哎，对了，宋佳瑶那边怎么样啊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伤到了内脏，下半辈子只能吊着一口气过了。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啊，对了，我来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您请说。从北上来的赵先生听说了你的事迹，非常欣赏你，期待你与他共事。赵先生？哪个赵先生？就是一个赵先生。居然是他，这人可是未来的大人物。你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但你马上就会认识。真的吗？不过以程先生的经历，恐怕还是要去北上的大学进修一段时间，这个你能接受吗？能接受，能接受。回去告诉赵先生，一切听他的安排。行，那我这就回去复命了。对。如果我真的去北上，咱俩就异地了。不会，我这边服装厂已经步入正轨，接下来商业版图就是铺到北上。你的意思是？你愿意和我一起去？当然，我可是要创立闻名全球的服装品牌，去北上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好，和你一起去。不过现在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什么